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欲言又止来丢丢，我是妹子托米，这次一起看的是沉默之丘。那上一集我们就是遇到那个怪伯伯，对，然后我们就逃进了厕所，所以接下来要干嘛？出去吗？那个奇怪的侦探应该在，还是出不去了，还是出不去，知道怎么办？这里应该都没有东西，这一间有人，只要里面有人还一直敲门就太不礼貌了，好吧？啊，从这里可以出去哦，所以要往哪里走？这里吗？Go！ 这条小巷子也太长了吧？哦，要从那边走。有汽车挡着，爬过去，我还是不往前走了。为什么不能爬啊？不过这辆车怎么停在这？对啊，这也太刚好了吧，刚好一辆车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只能回去了。刚刚的哦，这扇门这里，我觉得看要有没有装备先装好了。项链，爸爸在我生日时候送给我的项链，算是我的宝贝之一。家门的钥匙，刀，先安装吧，不然我怕等一下会有怎么样的东西跑出来，我就GG了。贴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这里呢？门锁坏掉了，打不开。这里有东西吗？打不开，不管这个。这个呢？是锁着。这一扇门是什么？这个购物商场的员工室的门怎么都是坏的？谁能告诉我这怎么一回事吗？门锁坏掉了。真的是。怎么这里怪怪的？先走另一边查查看有什么东西吧。总觉得那边有着飞扇类的东西。这里呢？好吧，我认了。我觉得只能过去就对了。好吧。哎呦，过去过去。好了，我们都回到了我们的购物商场的样子。这扇门不能打开，这购物商场也太早打烊了吧？放我出去好吗？真的是门锁坏掉了，不能打开，只能走这了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可不可以救我？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看也不像人，也没有听说有这种动物，又不是穿着动物套装，听起来像是疯了。可除了怪物，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它了。不过我没有疯，
好吧，这里有东西可以让我搜刮吗？衣服倒是不错，可是现在不是看衣服的时候，这里也不是看衣服的地方。真是，好吧，那边应该出不去了。被吃的那位小姐还好吗？看来不太好，看得出来她已经死了，是不是应该给警察打个电话呢？可是说有人被怪物杀了，一定没人信的。这里呢？这里是试衣间，没有进去的必要。好吧，有没有子弹啊？好吧，没有子弹。啊，这个是，有了。好，现在手上子弹，好，这样就枪可以使用了。然后这边有东西吗？收银台，借点钱来花花吧。收款台上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从后面出去。我们又回到类似员工室的地方，然后所有的门都打不开。你看又来了。有没有这么难杀啊？多踹两脚。还有，我觉得我先从这边走好了。这边都没有，全部都是坏的。好吧，我认了。又有狗吗？这好像是可以出去的地方。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不会吧，前面有车。前面堵住了。这就是我来的地方吗？结果我又回来了。门关得很紧，不可能打开。门关着，可是没有回答，感觉怪怪的。好吧，先记录。好吧，我还是只能出去了。只能从那边继续往后面走了。对啊，结果我们又绕了一圈回来了。现在这扇门是不能打开，囧了我。接下来怎么办？那狗狗还在那边，狗狗还在那边。等一下，不要咬我，烦呢！我根本看不到狗啊。不要再咬我了，会被咬死了。多踹你两脚，真的是。还有吗？这里打不开，结果我们还是回来了，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是怎样？我觉得我被困在这里了，还在这里，怪我杀死了他。算了，我又回来了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所以我现在应该到底要往哪里走？往另外一边吗？啊，地图。购物中心的地图，好，有这个东西应该就还 OK 吧。一楼，想要去二楼的意思吗？哦哦，不怎么好的音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是够了！这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坏掉了！这一扇门呢？哦哦。面包店，炸鸡，这是面包，面包夹。为什么这边的人都不见了？好像一个店员都没有，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外面还是不怎么的安全的地方。啊，又来了，又是你。啊！我不要理你了，坏掉了。不要过来，这里锁着的。我、哦、真的是这里呢，打不开。这里也坏掉了，我不要闹了好吗？赶紧先回去。唉，等一下哦。手上已经没子弹了，换回刀子了。虽然不是说很好用，起码可以护身。真的是，话说为什么女主角要随身携带小刀啊？这让我很匪夷所思。这边都没有东西。哎，这哦，开了哦！不要咬我！我就是要死！他死了。终于死了！我发现小刀根本就是自杀。放什么东西可是对我没有用，东西都……刚刚那是手枪子弹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好吧，我现在只能用小刀。牛肉干，加工好牛肉干，偶尔可以使用吸引怪物的注意力。话说，地板上红的那是牛肉干就对了。然后其实我刚刚也不用打他了。好吧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全部都坏掉了。有一种节奏，好像是以前读过魔法书里的魔法阵。我觉得这个熟悉，难道是因为我看过那本书？不对，不是因为那本书，而是在祭坛。祭坛是怎么回事？
决定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大家想喜欢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，想要继续到最新影片资讯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有任何意见欢迎留言下方评论板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咯。